我跟吉武，你记得好不好？那个球季的时候一定要回来见我们，大家也可以跟所有的球迷们一起打招呼，这样。所以记得那个。带饮料。对。姑姑抱怀孕，离队中心拉拉，小腹围凸孕位照封尘。兄弟拉拉队举办春训记者会，宣布加入三位新成员林可、李元以及过去富邦 Angels 出身的颖颖。沃特同时也宣布刚新婚的全明星红队经理果果以及混血女神朱莉离队。AA 说好的不离不弃，是我兄弟呢？夫妻干啥？夫妻双杀，哭啊！兄弟今年的重点，果果被求婚嘛，他没有离开，他要继续跳，就是他要吸引人妻的 TA，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其实啊，果果本来表示会继续应援，这下突然离队，大家怀疑是好运到喽。而且红队队员们曾经透露了蛛丝马迹哦，果果要早点休息，对身体那个，对啊，要对要保重一下身体。到底有什么毛病？对啊，好啦，先别歪楼。经纪人表示，果果是基于未来人生规划离队，也与怀孕无关。接下来感性的时候到喽。虽然感觉很不舍，但是希望大家也不要很难过。不知不觉，其实也在中心兄弟这个大家庭待了3年多。还在啦啦队期间，有看到我们中信兄弟抛出黄彩带拿下总冠军，想要特别跟球迷们说，很谢谢你们。我刚加入，甚至是我还没加入前，帮我创社团啊，然后支持着我一切。我希望我们不要很难过，因为即使我们没有在这里相见，我们也会在更多的地方相见啊，说不定我也还会再回来。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e， 很开心在中信兄弟啦啦队待了2年的时间。我们也在去年的时候终于拿下总冠军啦，不过很可惜 Julie 今年因为个人因素还有身体的状况，所以没办法和大家一起进场应援加油。很谢谢球团、经纪公司、姐妹们的照顾，当然还有满满你们的支持还有爱啦。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让人说哭啊。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涯规划，对，那我觉得我们大家就是送上最好的祝福，然后也希望他们也可以常常回球场见我们，对，所以记得那个，对，希望那个果果跟吉武，你记得好不好？那个球季的时候一定要回来见我们，大家也可以跟所有的球迷们一起打招呼，这样。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浩晨。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国毅。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一杰。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真的吗？对对对，可是我。